可以想象吗？这是大半夜，大半夜居然车这么多，对，人这么多。我告诉你，不夸张，每一年就是如此。是来到11万多，对，11万多，真的是也非常欢迎很多的新朋友跟我们一起参与这个全台盛，因为很多新朋友不了解我们地方的风俗民情，希望大家就一起尊重，附近户外还有垃圾不落地，这是很重要哦，大家非常垃圾不落地，阿伯宣扬我们就是这种附近户外的精神，对，要有礼貌。我们可以做一个最优质的香灯奖，会成为一个很棒阿婆的音啊，我要很震撼，很感动。然后呢，沿路整个路上呢，都是大家在发放我们的结语，还有鞭炮呢，一鞭炮烟火声不断。那白沙屯妈祖走到哪里，我们的鞭炮跟烟火就跟到哪里。真的，真的。还有就是鞭炮的时候你不能直视，它会喷到眼睛。然后跟大家分享，来到这里是想要来看妈祖婆，当然抱着虔诚的心，没有错，是一定要看一下天后的。其实别忘了停下你的脚步去看看，比如说头旗也很辛苦，比如说那个熊哥牛灰打那个人员也很辛苦，辛苦。比如说36知识他们也很辛苦，再比如说你沿途很多在捡垃圾的环保志工，我真的觉得他们的精神超级棒，他们走过去不要乱丢垃圾，垃圾不落地，我们做个很优质的香灯奖，好美吧，你都很漂亮。会挤爆这个整个八线大道的状况呢，就可能多少会有一点点推挤的现象。是啊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，不要急啊，真的不要急，我觉得安全最重要。最主要还有沿途在发放物资的一些店家也好，或者他是个人名义出来发放，大家知道吗？其实这个沿路这个都不是在贩售的哦，这些都是大家发自内心的把这些物资免费的提供给香灯脚。对，为什么每个人会这么无私？白沙屯妈祖她真的很慈悲，保佑大家去达成了某些事情。是，对，所以呢，这些人为了来还愿，都会在就是沿路这样子，就真的是很感动，发放结缘品啊，来就是感谢白沙屯妈祖对大家的保佑。其实真的是每一个人的背后都有每一段故事，而且那些故事都很感人。如果你有在跟着进香的过程当中，可以跟这些店家去聊一聊，或者是跟这些香灯脚聊一聊，你会发现到处充满感动。每个人依照自己的一个状况还有体力，不要勉强，阿伯不希望大家很勉强，就是抱有一颗虔诚的心，感恩的心，其实到哪里阿伯都能够感受得到的。有些人他是可能会集资，他人没有办法到，可是他可能会贡献一点钱，然后跟着朋友去做一些结缘品，那个就是能够了表他自己的一个心意。对，我们就一直希望的能够做在地的行销推广，我们通宵，因为毕竟这边是属于比较乡下地方。对，那可是也有白沙屯妈祖婆，对，让整个地方有繁荣起来，是真的。所以我们真的非常感谢妈祖婆。那今年很多新朋友，对，那新朋友呢就很喜欢接近叫声旁边，对，其实这样子的行为也会影响整个教班的行径。对，希望新进的一些朋友们，你远远的双手合掌，一直要跟妈祖婆说，他都感受得到，对，他都感受得到，对，不一定要靠近那个教班旁边。是爸爸，我是小姑，我们是三合院姑嫂玩。春风吹微微。